哎，爸，宝爸，啊，那个，你下班了吗？爸爸刚到家。哦，没事儿。我就是想看看我的数学课本在不在家。数学书又落家了？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都快长得跟爸爸一样高了，还老是丢三落四的。行行行，爸爸楼上给你找找。啊。哦，那啊，那没事儿。不用找啊。我在学校再看看吧。那行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拜拜。